呢，我们来到 Thermaltake， 然后我听说这边呢是 Thermaltake 今年的主力强打，然后我Jackie， 我听说好像这台是依照 StarCraft 它的整个设计概念融入这个机壳是吗？是没错，这台机壳呢就是说我们耀业科技今年所推出来最新的跟电竞结合的机壳。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第一个特点呢是在这边呢的 logo 的部分呢有呼吸灯的效果，对。那目前呢，之前呢，我们好像就只坐在键盘或滑鼠上，有这种效果。那我们第一次把它带到机壳的设计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它的面板这边的设计呢，都是好像说依照的 StarCraft 的那个里面，就好像说它的种族的一些元素设计在里面。像那个这些面板啊，就是有非常有电竞的风格的感觉。哎，然后你可以看到的这个结构，它是一台高直立式的机壳。然后目前它可以，就是说它可以支援到 AD 叉跟 Micro AD 叉，然后向下支援都没问题。而且在这边5.25寸跟3.5寸的那个机构部分，它都是用无螺丝的，非常方便使用者使用这样子。所以就可以拿进拿出都很方便。对，那请问一下，这台机器有USB 3.0吗？对，这台还有这个这最特别的特点，就是说这台是 USB 3.0内建的。那些高阶的机壳的话，高阶的主机板，因为最近都有就是说内建 USB 3.0 的 connector 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这台是都完全可以支援，没问题，是非常的好的。非常谢谢 Jackie 为我们做详细的解释。